好多呢。主将很失礼。第一次被帮主吧，快点帮我，帮我。被公主抱，相信是许多女孩们的梦想，也是绅士们的必修功课。在座的两位都是有女友的人，没有公主抱过？比较蛮久以前的。哦，公主抱一定有啊，只是没有抱过。我接下来看看，只有公主抱过，但是对象不是女朋友。对，因为你女朋友太强壮了，都是她抱。对。这一集呢，我们会以公主抱所需要用的肌群为目标，设计两个动作，让大家可以快速的学会公主抱。两个动作，两个动作就够了，赞赞。不过呢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等教学结束以后呢，我们还准备了几位美丽的公主要让你们来挑战哦。那有什么问题？我们训练最重要的就是学以致用。你的意思说，现在现场已经被真的了？哇！等一下，你们不要高兴的太早。一共有三种量级的公主，非常嗨哦。三种量级，没错。轻的、中的、重的，或者是中的、重重的，无限量级。哇塞，哎、欸，我们三个也大概才重量级吧？对，我们是将近80公斤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这两个动作就是来强化公主抱会用到的肌群。厉害吧？对，让你这样子也 hold 得住。挑战三个量级的公主抱，我们除了要抱起来之外，我们要面无难色，然后要走一小段路，然后让这个公主她有感觉到就是平稳、这个安心、安全的感觉。要王子走路是这样。如果你公主抱的公主不舒服、腰酸背痛，那公主抱干嘛？事不宜迟，盖伊三剑客，赶快来教我们怎么抱吧。我们第一个训练动作呢，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列举。如果我们要公主抱的话，男生这个是女生站着，我们要先这样弯下来，哦，屁股往后走，弯下来之后，然后去做一个这样子抱起来的动作。那这个往后站起来，往后站起来，是不是其实就跟我们硬举这样子是很像？对，还会用到我们的那个臀腿后侧跟我们的下背，非常吃我们的腰力。训练硬举的动作呢，把我们腰力练好。公主抱是公主抱，你知道在哪里？老司机，老司机，老司机。硬举，硬举。而且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要做的是传统硬举哦，就是我们的双手在双腿之外。在硬举，我们重点就是你的背尽量不要变成圆背哦，对，尽量保持脊柱中立。下去，然后再起来。如果你这样原背一举的话，还没公主抱就先举对，先受伤了。而且这一举啊，非常练我们的腰力之外，它其实上背肌群也会用到。通常练完一举啊，你应该最疼痛的地方，我觉得应该是整个背的中枢，它就是帮助你 hold 整个大重量，然后帮助你保护你的脊柱。第二个动作很好，就是让你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呢，比较不容易去伤到你的腰。因为你的背的肌群就变强，再來就是也非常会用到你就是臀腿后侧的一个发力站起来，所以你要抱重物或是扛重物的时候，练硬举站稳。公主抱只需要两个动作，现在就已经介绍完一个了。没错，这就是第一个动作硬举。第二个动作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二头弯举。但是今天我们用这个直杠来训练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模拟那个抱着公主时候的样子。我们用直杠来二头弯举，会训练我们那个前臂的肌群，还有我们的二头。这个应该会比较难啊，因为它力距这么差，如果杠杆比较远，对，所以会比较吃力。对啊，对啊。我们就是要把比较困难的动作练好之后，到时候应用在公主抱上面，才能让公主觉得你好稳啊。哦，对，我们还有一个要求，要稳啊。对对对。轻松。如果你抱着那个公主，然后你就面有难色，那公主看到了可能心会碎啊。你要连呼吸声都没了。对，然后好，那我们就来训练吧。大家注意看哦，波波起杠方式，对，就是用硬举的方式起来。你说面有难色，真的。健身也要健心好吗？这是公主，这样也要哎。我太多下了，不是这个，等一下，你这个脸没表情很难，真的很难，每个人都来试一下，然后都可以有表情，然后还有一个要有效，要可以吗？要有说有笑。来，下一位，来下一位，吴药师。
示范。对，杠铃够不够？哇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哎 ，OK 哦，没有很重啊，没有重，暖男要死。那你 hold 着九十度，然后跟他对话 ，hold 着。哎，问他要吃什么？怎么了？好累啊！这里面太累了。好，休息，换盖衣。休息，换人。觉得天气真好。对，我觉得盖伊这个动作应该是比较强，因为他喜欢练二头。哦。对对对，他喜欢练二头。这动作对我来说是，他是，但是你们现在看我二头很酸，但其实我核心也很酸。对，你们要跟着说这个重量，控制。哦，不要说盖伊，来说一点撩妹情话。哇，你今天这个绿真的是很不一样的，很特别的绿啊。这个绿吗？好，那以上呢就是两个公主抱非常重要的训练动作。对，那我们把这两个动作做好呢，就是把你的基础打好，到时候再运用到公主抱上面。哦，前置作业做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训练都讲完了，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来挑战我们的三量级公主了吗？没错，训练是这样子，但是在你开始挑战三量级公主之前呢，我们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要先做公主抱前，一定要记得洗香香，用 Jumpman 洗头、洗脸、洗澡，一瓶搞定，让运动后流汗的肌肤得到舒缓。不当有力再来，保湿滋润不干涉。洗香香，让全身散发淡淡的迷人柑橘味。洗澡用 Jumpman， 一瓶就搞定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训练也训练完了，那个澡也洗干净，现在身体都香喷喷的。那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公主抱挑战，让我们欢迎第一位公主泰瑞斯。耶！大家好，我是瑞斯。你今天是什么公主？我今天是小公主。看一下瑞斯今天的造型。哇，美女与野兽的组合，大叔与萝莉的组合吗？哎，等一下呢，我们会走这个草地来回走过去，然后再走回来。好，然后再问一下，就是泰瑞斯这一趟旅程的感受。好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第一位小公主瑞斯，啊，这个非常的轻盈，不愧是小公主。瑞斯感觉怎么样？她真的有洗澡哎，没有臭臭。哦，那她香吗？香吗？没有臭臭的吗？香吗？香吗？嗯，就是没有臭臭。那是什么样的味道？有没有？那有没有香香的？有一种男人味哦，赞哦，帅哦！一位小公主成功到达，瑞士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很稳呢，很稳吗？不会摇晃。哦，看来盖伊的训练方式有用哦。对对对，轻松吗？轻松，太轻松了。那接下来有下一个难度在等着，第二组小公主瑞士与钥匙，好，一个硬举的动作，硬举的动作是吧？怎么样，瑞斯觉得有安全感吗？很有。觉得稳吗？他也是很稳。哎呦，要是有这个，要是有这个暖男笑容是哦。对啊，对啊。哎，公主真的是完全不需要走路哎。那你觉得钥匙香？它有一个淡淡的清香。哦，是哦。瑞斯感觉钥匙这样跟盖伊有什么差别？都一样稳，都很稳。哦，没什么差别。对，没有什么差别。他们都可以。那你有觉得钥匙的表情比较更暖男吗？看不到，我没有看他的表情。好，那我们就等下一组波波吧。第三组，瑞斯还有波波，耶！哦，这个发力，哦，这个二头，怎么样？厉害，感觉怎么样？是。瑞斯，你觉得稳吗？我觉得很稳啊。那相比前面两位呢？嗯，我想一下哦。嗯，这样想。就他看起来是有老人味的人，可是实际上闻起来没有。哦，看起来有老人味，闻起来没有。讲老人味这样很伤人。那你觉得我腋下如何？腋下湿湿的，对。啊，我觉得抱起来，抱起来，轻松吗？我觉得是轻松的啦，是轻松的。跟别人腋下还是？因为就算很累，你要讲很轻松。哦。哇，这才是公主抱的极意。对，没错。再怎么样都要让公主感觉到愉悦。是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入下一组公主了。OK。我们第一位小公主，来回轻轻松松。哎呦，给我们三个这样走过去走回来的感觉。我觉得你们超级让人放心。我觉得如果你们要抱着我，真的会变成
毕竟瑞士才40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轻轻松松也算是必须的。瑞斯，你残酷的评分，这三位你觉得谁的技术最好，让你最有公主的尊容？你想要被抱着一路走下去，走回家，抱着我回家。啊，可以。我下次带你去。好，你选一个。说到做到哦。好。那他应该是盖伊。啊。盖伊子，那有限时吗？那我怎么抱着你一路玩到淡水去？交通工具就是公主抱。你们三位不要太得意了，艾瑞斯这么轻，我们是要进行下一位了。哦，毕竟才第一关嘛。没错。那我们就先谢谢艾瑞斯。有第二辆，下一位，这是你熟悉的那个人。啊？让我们欢迎。波波的女朋友啊，哦，耶！第一位是小公主，这一位是那个健美公主，耶！佩佩，你目前几公斤？63，刚刚加了19公斤，63应该是没问题，目前我们只能说没问题。没错，轻松啊，轻松，波波，轻松是你应该的，是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佩佩感觉怎么样？啊，第一次要给那么多人抱，哦耶，兴奋哦。对，所以你就是渴望被公主抱的那个。嗯。哎，波波会帮你公主抱吗？没有。啊，这样子，那我们就开始公主抱。耶，来喽，来这个硬举的发力。啊，感觉怎么样，盖伊？轻松，轻松，非常非常的轻松。有这个招牌笑脸。晚餐要去吃什么的？嗯。吃什么？不如我们就这样走去夜市吃吧。好，可以。来个卤味怎么样？好。卤味我喜欢。感觉稳吗？我要再补充添加了2碗热汤。佩佩，你觉得盖伊这样稳吗？轻轻松松就到了。稳。哦。耶。哦，有安全感。有，而且很贴。哦。那你觉得？好，没事没事，不方便再问下去。好，那我们就进行下一位。给弟弟抱了。哎呦耶！好，耶！这位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被小男生抱的感觉。好吗？不错。不错哦。很美妙。要是招牌笑容。要维持稳定，没错。佩佩，你觉得稳吗？稳。啊，姚老师，你这样不够稳哦。稳啊，感觉怎么样？你觉得快滑下去了？有点倾斜的。还是盖伊比较稳一点，是不是？对，盖伊比较稳。盖伊比较贴。盖伊专门搞这些的。哎，真是。波波，你这什么脸？为什么给一个塞宾？没有，好好跟他。啊，我觉得这个认命一点哦。这个挑战会比较硬一点。比较硬一点，哎呦。啊，63嘞。好，这是你该做到的，来吧。啊哇，波波你这样不行哦。可以啊。哎呦。怎么样？你满意吗，佩佩？嗯，他脸开始红了。其实我觉得，他有点瘦。他有点瘦。佩佩，波波有给你公主抱过吗？你要减肥，你要减肥。减很多了。哎呦，那你闻一下波波，你觉得它香不香？我觉得我大便他都觉得香。哦，香吗？香吗？香。是什么样？是什么样的感觉的味道？橘子。哦，橘柑橘味。的。好，这样可以了。不行。哎，不愿意下来。哎，我这个腰力可以吧？可以。以你这个年纪，很不错。走太快了啦！我看你要走多远。像盖伊一样，盖伊啊！哇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在享受过程，享受没有。波波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有一点跟刚才比，当然是有差一点点那个。可是我觉得一起来那一刹那不好起来哦。你觉得在走啊？就还好，我觉得是轻松的哦。佩佩，你满意吗？嗯，可以常常抱。可以常常抱，你听到了没有？哇，想到我们这个健美公主抱起来也是轻轻松松啊，63公斤达成，感觉没有难度。佩佩，一天给三个男生公主抱这种感觉，感觉很好，我喜欢。哦，我喜欢。那佩佩，你觉得谁的表现是最好的？耶，耶、yeah. yeah.。OK， 真的吗？哦，来一段。不要等一下让我跌倒。第二位公主抱也挑战成功，接下来呢就到我们第三位公主艾瑞斯的朋友嘉庆。耶耶，哦，耶
有点长大了啊，这样好。好、oh, okay. yeah. 没有，我心里压力很大。不行，我们是一个绅士，我们要算一个。就算我心理压力大，我也不能直接。对吧？至少我还是漂亮的嘛。毕竟本人呢，好不好？第一次在该的频道公布，真的，我的频道还没公布哦。好，那收益是多少？我已经99了。哦耶！你有目标吗？我的目标呢，我想要变成欧美的 Nicki Minaj。哦，那你就可能要多重训。好，那我多来找你们，好不好？可以。特训。好，每天来，照三餐，宵夜也见。没错。那我们就赶快来挑战最终公主吧。好，波波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第三关。好了。耶、okay. yeah. ！最终公主。哎，波波拿了什么过来？哎呦！你拿这什么东西？你知道用腰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你知道吗？好，什么时候？大重量，或者是想要破 PR 的时候。波波，你对公主这样子失礼。我第一次见公主啊，快点帮我，帮我。耶、yeah. ！好了。做成功表示还不够胖吗？如果来讲没成功，你会不会伤心？那我全家都去。你不够去啊！我来，我真的，等一下，我铺个纸花，什么东西？这太荒唐了，我以为比赛的样子。来，波波，哎，我真的很放松，你看我的肉，我的肉被挤出，救命啊！波波行不行？加油！嘉信感觉怎么样？稳吗？我觉得有点抖哎，怎么回事？哇，波波，你这样子训练不够啊！啊！哎，等下，我是你要把我甩下来。波波，你这服务不够不 OK 哎。其实我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怎么说？我觉得我达到一个人生的最高境界了。哦，心里程碑。那个手已经差不多了。啊，手不行了，是不是？真的吗？其实我刚才不是刻意要甩他，因为你已经真的酸了。对，你加强训练，你这家伙。对，我觉得我需要再加强训练。他真的是我的问题，是你的问题。可以。而且重点是，刚刚他叫到我，真的是话都讲不出来，他讲他真的是拿他的姿势，你知道我是用生命在走路哎。我们还有两位王子要来抱你，可以期待一下。可以，王子 come on， 王子。药师可以吗？直接来吗？直接来。Hello。护好人家的血。Hello。哦。可以。感觉怎么样？蛮稳的耶。然后我那个胸部快掉下来。还有这个笑容。可以耶，这个暖男笑容。蛮稳的耶。哎呦。哦，可以耶。哎，这个不错哦，这个不错哦。好。哦。哇。真的是有低压的感觉。这边要飞，用非常多的力。对。手臂的部分。真的是还好，那我 OK 吗？我轻吗？才可以再多吃一点。爱你爱你，不好意思，耶！嘉欣，你觉得满意对不对？我是蛮满意的，因为他刚刚没有把我摔下来，波波。而且我把我摔下来，我需要加强。我开始知道为什么他会把我摔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真的这边用很多力。哦，不是，我是怕你突然跌倒，所以我就赶快走快一点。我是怕你跌倒。我们还有最后最值得期待的，干一，来我花干，干一，come on，为你吃好多呢。第三位王子，贱人干一，耶，干一，我太期待了，我立刻在脸上睡觉，对不对？来吧，好来，好这个发力啊，来干一。比想象中的轻很多啊！哦，我们就这样走去逛夜市。好，我们走，走楼梯，走，往前。耶！我该要带出场了。好，先回来，等等再去。我的，我该加码哦。不是，超过，谁在这边推一台腿推机？猜一下，哎，超过。有，我的错。好 ，OK。开始后我真的蛮开心，很稳，非常稳。但是不知道后来会不会有车祸。是不是有人在那边放一台腿推机啊？哦。他现在讲话的频率才一开始差太多。不，这一组运动做完之后。对。稍微有点喘是合理的，哦，调整好，可以吗？OK 吗？OK， 好，还是要鼓励。
那我们就来进行一个小评分吧。哇，我们今天那个三个量级的公主都算是挑战成功。那相信我们觉得我们三个，你就给谁抱起来是最舒服？最舒服吗？但是我身旁这位，哇，哎，我真的觉得他很稳哎，又怕你摔下去，因为他刚刚很，对他刚刚很绅士这样走，然后把我放下来的时候是慢慢那样，像宝贝一样，整个过程就是有被呵护的感觉。因为我听到讲公主抱的时候，我干什么？我跟艾想说太棒了，我真的是25年来从来没被抱过，然后今天完全体验到了。那我不知道那个波波跟该怎么回事了。检讨一下，我会检讨自己讲。可以吗？直接把我摔下，一个把我摔下，一个把我车祸。这样公主的体验下来的心得都讲完了，那我问一下另外两位，累吗？累。累吗？还好。还好。可以招自己的那个极限到。哎，对，我觉得时间是比较重要，就是那个可以撑的时间。那这次合作商品呢，就是由恐龙 man 专为运动设计的推出的子品牌 Jump Man， 洗头、洗脸、洗澡一瓶搞定，上健身房带着它可以说是十分方便。到7月1号之前，康士美跟屈臣氏还有买一送一的活动，大家就不妨参考看看喽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跟按下订阅哦。我是健身盖，三位公主今天谢谢你们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继续，等一下，来，冷吧，等一下，不要动，来，对胸部加强，等一下，先不要开水，等一下，先搓胸部，来，好了。